哎，回来了，我先帮你们拿鞋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我没搞好香啊。啊，那个我。刚好做好了饭，你们就回来了。怪不得那么香呢。行，那我去盛饭去啊。啊？菊花是谁的？是不是送错了呀？啊？这怎么了？这花我的呀。你的啊？啊，对啊，你看好看吗？还行。那个二姐，饭那个。你说是谁送的？肯定是你叔送的，他不会谈恋爱了吧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咱们先出去吃饭。哎，二姐，你们咋不吃啊？是不是这个味道有点重啊？王月，你来这里当保姆也有十多天了。啊，差不多。工资给你开的也挺高的吧？啊，是，工资是开的是挺高的。那你可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，干活可千万不能分心哦。啊，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工作的时候不要谈一些儿女情长的事情，这样会影响到你的。我没有，我没谈什么。你还说你没有？你，没有就好。咱们吃饭吧。嗯，好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那个小维他花粉过敏。对，我对这个花粉过敏。花粉过敏？嗯。你不早说，早说我就不捡回来了。什么？这个花是你捡回来的呀？对啊，我看着它挺好看的，没人要，然后我就捡回来了。不是小薇，你不会以为是别人送给我的吧？锤死你了！二姐，那个这花你要喜欢的，下次 我单独给你买一个。我踢死你，信不信啊？